就怪海鲜达人带你吃遍后壁湖鱼市场，不但有超高 CP 值生鱼片，做好鼻炎呢。哇，尾鱼的鲜和莲雾的甜，蹦出意想不到的滋味，水果加尾鱼创意料理，就等着你来尝鲜。哇，这个风景太棒了啦！待在房间就能享受270度绝美海景，恒春民宿除了美景，还有老饕最爱的鱼料理，在节目中大公开，绝不藏私。我今天哦，吃完这一口哦，我今天的钱都赚起来。整颗水蜜桃入爱玉冰，贴上金箔，超级奢华。台南爱玉冰72遍，要颠覆你的味蕾感受。在花莲香草饭店里，则能大啖香草，享受大餐。房间还有香草 SPA， 让身心灵都满足。我想要想啊，该开就来去。位于宜兰头城，走过近40年的制香厂，到现在都还维持着手工制香，遵循12道工艺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纯天然、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的蜜香。除了蜜香，还有香环和元宝型的香。专注传统制香外，林老板也是个武术教练，闲暇之余还会去帮忙教导。他非常的专注，他会把他最本质的东西找出来。不论再辛苦，都要把技艺传承下去。有变新创意，也有坚持传统。新角节目带你走透透，探索台湾每个角落，带来无限惊喜。三选综合报道。